刚拍完一部电影，对不对？对，就是一个瑞嘉，耶，瑞嘉，谢谢，谢谢。来，我们一次麦克风，好，对不对？好，来，这个也听啊。好，瑞嘉，先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瑞嘉。是，那瑞嘉前面一点比较好。好，瑞嘉今天也有带一份神秘礼物要送给玉芬，对不对？是的，因为知道他这次 MV 点击率已经900多万了，是。那这次送一个神秘的小礼物是？好，我们神秘小礼物是什么呢？拳击手套，这一定有特别的含义。其实我知道他拍这次 MV 的时候，他有特别去训练拳击，然后在画面的时候，其实呈现很完美的一个角色的呈现。那我觉得，希望送这份小礼物，希望他的点击率可以破2000万。哇，是因为我们即将已经要突破千万了，但是我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击破、打破2000万。好，来，那我们就先让媒体朋友来捕捉一下画面。麦克风帮拿去。麦克风。好，来，两位先一起合照一下。好，我们再一次哦，先看正前方媒体朋友的镜头。打开一点好不好？这个会挡到。前面一点点，好。哎，好，来，接着我们看面对我们左手边，来，左手边这边的镜头。在这里。好，来，接着我们看面对舞台，来，右手边，右手边的媒体朋友，来，再转一点，好，稍微转右边一点，来，这里看一下，这里，好，右前方哦，右前方也有媒体朋友，好，右边上面，来，最后我们看正中间，正中间媒体朋友的镜头，来，左边，左边，哦、难得看到两位同台媒体朋友都疯狂了。好，好，谢谢，没关系，因为待会儿呢，我们还有时间要留给大家一起来拍摄。好，我们先谢谢瑞嘉，我们先让瑞嘉先可以来到我们前方的贵宾席这边先稍坐一会儿。哎，因为待会儿呢，好，那来，那这样。来，我们瑞嘉先坐这边好不好？我们先坐这边，先稍等。好，玉芬今天来到现场，先跟大家说几句话好了。很久没有这个近距离的见面会了，对不对？对，因为其实是我哭好这首歌，从让大家听见开始就没有一个正式的见面会。那也借着机会，在 YouTube 有蛮多人喜欢这首歌，然后所以就想说，哎，可以办一个庆功会跟大家见面这样。那对刚刚那个即兴的演唱，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包涵。然后因为是还蛮临时的一个小节目，所以是，但是我都感受到你的诚意，真的，谢谢，真的。我觉得要有这样的不插电的演出，真的一定要歌喉非常的好，而且呢，就是真的要有诚意。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粉丝们真的都是赚到了，而且这些粉丝呢，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办的活动，我们是有一点点临时嘛，但是呢，大家都是随时守候在玉芬的粉丝团上面，所以我们一公布呢，不到一个小时，马上就额满了。对，玉芬，我们华侨跟粉丝说一下。有，大家应该吃得蛮开心的。刚有工作人员偷拍那个后台的部分，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在吃饭的时候这样。但有吃饱了，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玩游戏。然后希望你今天可以玩得开心，然后等一下可以大合唱，这样。是，对，因为待会儿呢，我们最后呢还有小游戏，最后玉芬还会跟大家一起大合唱《是我不够好》，对不对？好，那说着说着呢，其实我们今天的除了瑞嘉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神秘嘉宾也已经来到后台了。好，究竟是谁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让我们的神秘嘉宾出场，是谁呢？小屁声会。好，不过呢，因为我们今天好，我们先拍照。好，因为待会儿呢，阿木他其实也有带来另外一份神秘的礼物要献给玉芬。来这里。好，先看正前方媒体朋友的镜头。两位前面。来，玉芬这里。这边。
好，来，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镜头，面对舞台左手边的镜头。来这里。好，接着我们看面对舞台右手边，来右手边的镜头。来，两位这里，这里，下面，下面。好，来，我们在两位中间，前面，正中间，正中间，正中间，来，前方，前方媒体朋友的镜头。哇，今天真的是重量级的嘉宾都来到现场了，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郁闷的好人缘。不好意思，我测一下花匠比较好拍，好不好？好。好，来，我们花先拿起来，来。哇，对嘛，这样子，男的帅，女的美，来，再让媒体朋友再拍一下，搭一下，来，来这里，这里，来，两位前面，这边，这里，好，右上面，右前方，上面，右前方，右手边，好，右手边，好，接着我看左手边，来，左手边这些媒体朋友的镜头，拿过这里，好，来这里啊。好，最后我们再看四圈中间。好，谢谢，谢谢。好，来，我们的来，我们也一支麦克风给我们的阿布。对，因为阿布今天呢，也有一个神秘的礼物要带，要送给提亚，对不对？好，这是什么？等一下我先讲。好闪亮。你唱歌好好听哦。真的吗？你刚又还没到。啊！直播，他在直播。我是听你专辑。哦。打起嘞！我跟你说，因为我没有听过你唱完整首歌，然后自己唱的很有味道。对，所以这麦克风不是我买的啦，是你们公司买的。但是呢，希望你可以继续坚持，因为你。在拍戏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你很想出自己的 EP， 然后我觉得追寻梦想的人很伟大，所以需要送上你就是一些犒赏自己的奖励。是，谢谢。对，这个呢就交给你了，我以后就不唱了。这是一个接棒的一位。好，来，那我们也就让 Tia 跟阿布先一起合照。我们这个是专属于玉芬的麦克风，也希望呢玉芬可以推出更多好听的歌带给大家。好，我们一样哦，先看正前方媒体朋友的镜头。来，两位这里，这里。好嘞，接着我们看右手边，右手边媒体朋友的镜头。来，两位这个这一支会挡到吗？还好，他不能挡到。对，好，来，我们再来左手边，左手边媒体朋友的镜头，或者是我们两个一起往前站一点点，玉芬哥呀，对，往前站一点点。来，这里。来，两位这里哦。好。好，来，我们再看正中间。两位前面这里。来，右边。好，好，我们待会儿呢也还都有时间给各位媒体朋友，所以来我们这边，因为今天阿布难得来到现场，好，先帮玉芬拿一下。好，我们先帮玉芬拿一下。谢谢。好，因为两位已经认识很久，而且交情真的也还不错。阿布还有一些话想要。对他说吗？对呀、啊，你已经够好了，是我不够好了。哇塞，舞台上面真的是非常火热。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好。然后，其实有时候做自己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呢，我有时候会在家里想一些事情，然后想一想说，如果我哪天老了忘记我自己是谁，不是说失忆的那种忘记了，就是忘记我真正的个性是什么，忘记我真正的个性，或者忘记我真的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所以我很害怕。嗯，所以就像喝醉酒有那个隔天失忆一样，要往林森北路线走，对不对？对，所以唱歌你开心的话就继续做，然后你随时需要我，就是帮你去拍个 MV， 或是客串一小角，或是只是帮你买个便当，我都愿意。哇，是可以感受两人交情，真的是阿布是有情相挺。好，今天也特别来到现场。好，不过呢，今天其实瑞嘉跟阿布两个人都还有特别精心为了我们今天的活动还有设计一个。
神秘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玉芬，我们最完美的女神。好，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瑞嘉，拿着我们神秘小礼物来，我们可以让我们一起给我拍摄一下。其实这个它是有含义的，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你很好。好，来，我们就让媒体朋友先来拍摄一下，来。好，我们先让我们媒体朋友拍摄一下。今天我们特别呢，有准备了“其实你很好”的奖牌，要送给我们的玉芬，也告诉玉芬，其实你真的很好，也是大家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好，所以呢，不要再没有自信了。好，那我们再看正前方媒体朋友的镜头。来，三位这里下面。来，三位右边，上面右边。来，上面这里。好。右边。好，右手边。二楼。好，来，左手边，左手边。来，左手边的媒体朋友镜头。来这里。好。来，上这里啊。好，来，我们看正中间。正中间是不是？对，正中间。来这里，这里。好，来右手边，右前方。还有哪里需要？还有媒体朋友需要补充方面的？后面。好，正中间，后面，后面。这是谁？周中。好，来，谢谢。好，今天其实带来这个礼物是有特别含义的，我们也请阿布跟瑞嘉来跟 Tia 说一下。其实。跟李玉芬是在今年初的时候有合作一部电影，然后也是她的第一部长片的电影。那其实在里面的角色其实对来讲是蛮困难的。那她在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很专注跟很努力在揣摩这个角色。是。那除了电影的演出完毕之后呢，还有她的单曲，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也算是大家心中的女神。但是我觉得。是我不够好，只是给你一个警惕，让你自己更完美。但是你在我们眼中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女生了。是。对，其实你很好。对，真的。阿布还在跟玉芬说。我刚刚已经讲完。真的好。对啊，不过我觉得这就是玉芬，因为她其实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所以她可能就希望自己还能更好。但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眼中，真的玉芬都已经非常好，而且她是大家。不管是在唱歌啊、演戏啊、电影，真的都是我们影视然后歌非常完美的女神。嗯，谢谢。真的，希望不管是在我们电视、电影，或者是我们单曲，都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给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有非常多媒体朋友来到现场，所以我们先让媒体朋友在还有需要来拍摄画面吗？还是我们？还要再拍摄吗？好，来，我们三位再一起拍摄一次，好不好？来，我们三个一起往前站一点点，来接近我们的舞台边缘这边，中间这里。好，来，我们先看面对舞台正中间，正中间的媒体朋友的镜头。好，因为非常难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特别嘉宾，张瑞嘉还有我们林雅伦来到现场。担任我们今天玉芬是我不够好粉丝见面会的神秘嘉宾。好，我们看面对舞台左手边的媒体上的镜头。来，站到这里。好，走过来右边，谢谢。好，来，我们看面对舞台右手边。好，我们先看右前方这边吧。好，前面。来，这里下面。来，前面。好，来，上面。二楼。好，来右边的二楼。对，这里。好，来最后我们再看一次正中间，来正中间，正中间二楼，正中间后面媒体朋友的镜头。来，看看这里。好。好。